蛙牛阔鱼吃一吃，还好，还好。所以这个在选择种菜的这个部分上，先问一下自己是高手还是新手？新手那个莴苣的种子买一点就好，不要挑战自己，会失去信心。那如果你说我是高手种高丽菜，好不好？啊，种很大一颗接球，那个一个箱子种一个，保证很大颗。不要一个箱中五六个，那大家没有生存空间就很小，中高丽菜。像这个就是往事哈，这也是往事哈。你的网户要比害虫小啊，所以刚刚那些大只的那个什么鳞翅目的幼虫啊，蝴蝶啦、来产卵过不去嘛，毛毛虫爬不进去嘛，金龟子过不去嘛，可以防止。等一下像蠕形那种就没有办法啊，你还要怎么样？既然都架了网子哈，这边把它埋到土里面。不要说架了网子哈，好像做样子，就这边有个空隙哈，有架的也没架，所以还是要把它给它那个这个紧密哈，把它做紧密了。好，那第二种有人说哇，怎么这么多种，好累哦。所以可以那个顺便来推荐那个书啊，里面有图片啊，就不用这么累了。去对了，因为有时候真的要去记也很难，因为我有时候也记不得，有时候也要去翻。第二种赤溪四口气的，就是我们俗称的孤形嘛，最常看到白白的，有人说北沟有没有？北沟啦、昂沟啦，那个可能就是这个赤溪四口气的这个昆虫在危害。嘴巴是真的，又是吸食植物之意，造成斑点褪色，所以会叶片会不会破洞？不会哦，不会有破洞哦。叶子畸形扭曲，但是不会破洞，那俗称那个孤形。这是它分类看一下就好。有介壳虫、粉介壳虫、蚜虫、粉丝、叶蝉、春象，还有红蜘蛛，这个都是哦。它是怎么吃的？看一下这个特写照片啊。这个蚜虫很可爱。那边那个甘蔗有蚜虫，等一下可以去看，好不好？在它的那个干枯的叶鞘里面把它剥开，没有蚜虫。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它没有像我们这样有嘴巴，一根针刺进去，在吸食植物汁液。那这边就是它模式图，它嘴巴这样子吸刚刺，会弯曲哦，很神奇哦，会弯哦，跑到植物的维管束哈，把它移过来哈，去吸食那个这个光合作用的产物吧，甜甜的。那吸食之后甜甜的，还会从屁股排出来一点，这时候蚂蚁就被吸引过来，蚂蚁会跟它共生。它提供食物，我们到后面会看到这个跟蚂蚁有共生的关系。那除了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有时候你植物会生病病害也是它传播的。为什么？因为它跟蚊子一样它除了吸食汁以外还吐点口水进去，它口水就有这个病毒啊，所以你的植物有时候就中了病毒病就整株死掉。譬如说木瓜一定有那个病毒病，自己种的一定有那个就是蚜虫在传播。所以病症是什么？叶子皱缩，伸展不开，斑点便可以有蚂蚁啊。直接来看，九层塔有没有？那个高蛋塔，罗勒，都是同一种。我们一般叶是那个吃咸猪精配的就这个啊，那边有一株，我刚刚有看都没有。如果有皱缩这个一定你种一定会有这是什么？蚜虫危害。如果你看到这个病症我来记录一下，我们要怎么来找？更近一点看，有没有？整个都坐在一起了，摸开来看啊，蚜虫在这里，蚜虫在这边的啊，新香料比较不会有虫，这个不一定。你看那个辣椒有人说要喷辣椒水，有禁闭的功能，可是辣椒本身也有病虫害啊，这怎么办？理论上它自己可以，对啊，所以这个新香料还是有病虫害，还是要去检查。那你在表面上通常病虫害都不会在表面给你看，因为你看得到，鸟也看得到，天敌也看得到，所以，那边有四月的，那边后面那个那边有可以翻的，来，请说。蚜虫的天敌是什么？是这个主要是瓢虫，那个瓢虫有没有？肉食性的瓢虫的幼虫，还有一些春夏，那个。春象虽然是肉食性的春象，它会用嘴巴去吸这个蚜虫。没有，蚂蚁是跟它共生的。我们等一下一张就可以看到，那个
有想知道哈，我那个。对，那个书上有天底啊，你可以去翻一下，不一定要买啊，有那个天底，因为太多了，图片不可能一次都全部弄出来。书上有那个他们天底是什么？哎，所以如果你看到天底哈，就不能杀哦，因为他要帮你防止，你把天底杀掉反而危害更严重。哦，那这是今天没有提到啊，因为今天时间的问题。啊，这是蚜虫啦，蚜虫更近的特写。这是妈妈哦，这是女儿哦，这也是女儿，这是女儿啊，全部都是母的哦，因为叫孤雌生子哦，就是妈妈生女儿，女儿再生女儿，女儿再生女儿，好，全部都是母的。有吗？这边我们嘴巴正在吸，啊，简单看一下，对，这个叫做孤雌生子，那个孤就是孤单的孤啦，然后雌就是那个雌性的雌啦，生子，它都是母的生母的，母的生母的，啊，有一些出来哈，就有翅膀，就飞到隔壁的菜园，继续去危害，孤雌生子。